离婚？离什么婚？谁跟谁离了？离了好，离就离了。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。对牛弹琴，你晓得吧？你就是个猪，你还对猪大力。我们就像没断奶的巨婴，让父母管得太多了。如果我们不离婚，我们的日子将永无宁日。无论结婚还是离婚，永远爱你。我儿子今年33岁，身高1.80米，互联网大厂总监。我女儿啊，有房有车，是高级画廊的经纪人。您是说你女儿离异，还带个孩子？对的。阿姨，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啊。我去，晚上还真挺凉的。越来越有谍战剧的味道了。爸妈，你们要搬上海来？啊。还没正式介绍呢，高夏青，朱劲草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就送你了。太多不好意思啊。是。顾茉莉小姐是有史以来我遇到的最好的经纪人。就是点花边新闻，吃瓜群众喜闻乐见，咱就喜。高夏青是吧？你是朱劲草的老婆顾茉莉，但她不是离婚了吗？朱总出事儿了，说你假公济私给情人主播输送利益。我并不知道，朱劲草一边和前妻顾茉莉约定复婚，一边又在诓骗我。您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呢，建议你主动离职。我写的就是这个严厉和你那个前女友顾茉莉，我怎么一看就明白了？江律师啊，取证还顺利吧？全都录下来了，咱们私了行吗？要是再敢伤害我的家人，绝不放过你。一个男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为人父为人夫是要承担责任的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儿媳妇比你好1000倍。说得好。咱做父母的，咱就应该要替他想。不是每一段亲密关系都是枷锁和负担。如果我不能给他们幸福，我为什么要结婚？你知不知道你们现在嫌弃的当下，是有些人永远都羡慕不来的吗？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